镇静三穴。镇静三穴，镇静三穴怎么扎呢？镇静三穴怎么扎呢？就是在两个眉头上面一点点，中间再上面一点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印堂上。印堂在上面一点点。疼疼？有点疼。有点疼，好。现在疼了这。好。好。失眠。失眠。心慌。心慌，心慌是怎么样？会心悸吗？对，心悸就是。好。经常有这种情况，有时候胸闷，气力不够用。好，但是你手，你这个大腿能拉得上来吗？好。我有的时候还觉得有心前区疼痛。好，那个。